大家好，我身后是湖北仙桃曹阔夫寺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位富山天子吧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富山公司，然后很高兴您这边获得了我们富山公司富山天使这个荣誉称号。真的假的？是不是感觉很不可思议啊？对，有点激动啊，感谢你们，感谢富山公司的。您现在做我们这一款富山的9V2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这个很好做啊。很好做是吧？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电子夹线器，那个就这个线路特别好。线机是吧？对，它这个面板是比之前老款的要大一点是吧？对，这个空间要大很多。对。我们做这个对那个线路要求是比较高的，这边我们的使用体验也是非常好的，这个富山这个车型就特别符合我们这个要求。车台的那个跨度比其他的产品要大很多，工人做棉衣啊哈，或者是做比较厚的衣服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就说就速度上也可能快一点嘛，是不是这样哈？就这个是反应比较突出的。嗯，对对对。